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。以下影片是位在江西萍乡天虹广场外头所拍摄的影片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。我现在人位在江西萍乡的街道下，那目前我是在天虹广场的外头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街景啊。这边呢，说实在的，马路很宽敞，一切都很顺畅。基本上现在我可以过马路。上方看到天虹购物中心，天虹 Shopping Mall， 这边比较特别的哈。Rainbow 彩虹，怎么翻翻译成 Rainbow 就是所谓的彩虹的意思，那他把它翻译成天虹。这边大部分看到的都还是汽油的车辆哈，电瓶车比较少。那这边跟以往所接触的大陆一样，按喇叭的频率非常的高。那其实我现在过马路有点危险，跟我先前在上海、在厦门那种感觉截然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今天要进去里面逛逛，看他们这边有什么特别的。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先预祝大家中秋快乐。这边的外送小哥没有像厦门那么多，还有上海那么多吧。OK， 百货公司跟其他的都一样。进百货公司了，就不拍里面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感谢您，拜拜。